小马，你奶奶不和你们住在一起吗？不住在一起，奶奶一个人住。我和爸爸妈妈常去看她。你奶奶身体好吗？身体很好，她今年67岁了。哎，前面就是我奶奶家，你们去坐一会儿吧。哦，10点了，我们不去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